40條，咁呢條咧就話有個 tangent 啦，個高度就2cm， 咁問你個 volume 係幾多？咁呢個咧都要花啲時間去計噶啦，都幾消耗時間嘅呢條應該。咁個高度咧就係 h 啦，呢個係2嚟嘅。咁就你睇翻呢一個形狀咧，咁啲邊我哋唔知，我當佢 x 先啦。咁全部都 x 嚟㗎啦。咁你發現一樣嘢咧，就係佢應該打正喺個三名中間嘅。咁我哋咧就唔知 x 啦，我哋知道 x 又計到啦，係咪啊？咁我哋咧去呢、這個畫個 cross section 俾你睇咧，其實佢應該踩正呢個位啦，呢、這個 x 啦。咁你就希望咧揾到呢啲長度咯喎，係咪啊？你揾埋呢個長度，因為咧你要揾到呢、這個 x 咧，其實應該你要考慮呢個三名嘅，呢、這個一個直角三名啊。咁呢 x 啦，你爭呢一個，我當佢 y 啦。咁呢個係 y 嚟嘅。好啦，咁你其實咧就要去諗辦法去計一計呢個啦。咁咧我就會用呢個方法去計啦，因為咧呢一橛就自不然係 x over 2啦。而由於佢係等邊三名咧，呢、這個30度嚟嘅。咁所以你有個關係咧就係、y x over 2咧除以 y 咧就應該等於 cosine 30嘅。咁你計一計咧，就變咗 y 啦 ，cosine 30即係開方3/2啦，呢、這個 x/2啦，咁啊2弱咗，即係話咧，其實個 y 咧係等於翻 x/3嘅，呢、這個 x/3，咁就咁咧，跟住你就有寫翻條式出嚟啦，你條式咧呢、這個不是定理咧。這個 x, y 同2呢就有這個這樣的關係，這個 x 啦，這個 x/3 啦，這個直角啦，這個2啦，那個關係就是 x/3啦的2次呢加去2的2次應該等於 x 的2次的，那就變了做4啦 x/3 啦加去啦 x 2次啦，變了做 2x/3 啦，這個是4，若揀了之後呢x/6 等於6，咁呢個開方6，咁好啦，成個嘅 volume 咧，個 volume 等於咩咧？就底面積三分一啦，乘高啦，乘以底面積啦。咁個底面積就係1/2 AB sin theta sin 60度，因為呢啲係60度嚟噶嘛，係咪啊？咁你有個 x 係開方6啦，呢、這個又開方6啦，咁你呢個咪開方6擺落去咯。咁變咗咧就係1/3啦，乘1/2乘二啦，乘1/2啦，再乘6啦，再乘以開方3/2啦。咁啊呢個約咗，這個咧又約咗，咁得翻答案係開方3，所以答案就係 B 開方3嘅 cm 2次。